我们看第六题，哎，第二题，第二题他说哈，一冲量哈，已与速度成90度的角，哦，这速度啊跟冲量哈成90度，哦，这个方向啊，好，作用物体上则冲量与动量变化，我们知道冲量就是动量变化，哦，冲量的话呢，事实上是等于那个动量变化。它夹几度啊？当然是夹零度啊。